第一个，我们现在能动不能静。我们的问题是能动不能静。啊，一天到晚打大哥大，然后看电视，你使自己一天那么的忙了，你怎么能有时间想事情？我们现在没有思考的时间了，没有。尤其更可笑，就从小就养成跟远方的朋友打交道，跟隔壁不讲话，你看天下有这种事情。我们受科技的益太多，但是害也太多。科技使得我们整天动，没有办法静。人要知道未来，你一定要很静，你才有办法知道未来。动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知道未来的。第二个，我们太不自私了。一个不自私的人是最自私的人。你从易经里面，一个很自私的人他是不自私的，不自私的人就是很自私的。我们都学西方说要爱人，要爱人，最后是谁都爱不了。孔子从来没有叫你要爱人，中国人从来不叫你要爱人，都叫你要自爱，要自己爱自己。你爱自己，爱爱爱爱到全身充满了爱，才有一点分给别人。你拼命爱别人，爱到最后只有嘴巴爱人，因为你本身没有爱嘛，你怎么爱？要自爱，不要老说爱人。你说爱人干什么？我们跟西方很多思维不一样，那你为什么盲目学他呢？第三个，我们认为传统是应该放弃的，应该改变的，这是最糟糕的事情。你走遍全世界，人家都是很重视自己的传统，没有一个国家不重视自己传统，只有我们好像传统都是可恶的，都是可恨的，都是应该丢掉的，这么奇怪事情。传统你不继承那怎么办？那我们变成没有根了。你看我们今天讲这东西不好，就叫传统的产品，这个糟糕不糟糕？像这种滥用名词啊，你搞到最后是害自己了。